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森哥。今天准备回农舍啊，度假了哈。我们待会要先做的就是说，要把我那台小发财，用它的排档杆比较短，也比较轻，手感没有很好，因为手排车最注重的就是那种手感哈，手感，所以准备了两个排档头有网友说我这个是，问我这是什么，我说看我的工作也知道，我们做中医植物的这个、就是人工髋关节是不是这样？好，今天这是一个配重的加高的排档头，还有它的延长杆，还有准接座。我们那台小发财基本上它是 X2 1.25 正压，所以说但是我们市面上买到的排档头，像我喜欢这个卡梦的排档头，它是铝制的配重，它只有 M10 1.5 的牙正牙，所以我们就需要用到准接座准接座像这个金色的我们跟它上点胶都有点变色再跟它粘在上面，它才可以合乎那个座就是 X2 1.25 要转 X1.5 的牙我们待会就上车拆一下，把排档它原厂的排档杆拆起来试装看看OK。现在要先拆这个排档座。先拆排档头啊。刚要先拆这个排档头，排档头是 M12 1.25 的正牙刚把它用水管钳转的时候，发现这个防尘套跟着转，所以还是要先拆下面的这个做起来，不然防尘套跟着转要把它转破掉。这个排档座下面这个框有四个上下左右有四个卡锁，在拆的时候，如果垫个抹布垫个，像我们是垫手帕，才不会太厚，这样比较不会伤到这个内装。现在这个座拆起来了先把它转好，不要让防尘套一直跟着转好，现在可以再把它排档头，因为它是正牙，所以我们转起来就是逆时针方向把它转起来。这个比较合适的再试看看。现在初步先这样子，我是排档看看。
是一样哦，人家赛车很竞技，然后这样换挡比较快。现在是把那个加长杆拿掉的状态。